现在踏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想再回来了。我浑身的本事，抵不过轻飘飘一张纸吗？合同制，比卖身契好。这么个目中无人的小畜生，各位同行还有谁要替他说话的没有？好，双喜蕊，念在你年少丧父，没人教导，我就容你这一回。还不跪下来，在祖师爷牌位前面磕三个响头，认个错。我这一头要磕下去，就成了被师门申斥的忤逆之徒。我没错。来人！不行，尚老板，你就服个软，认个错呗。把这狂悖无礼的畜生按在祖师牌位面前，磕头谢罪。老爷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你给我走开，没有你的事。谁敢走？来一个，我打一个。哼，摁着他，磕着碰着，我担着，打他！让开！哎，谁老大？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不等了，咱们直接冲进去。走，不动气，走，快点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事情？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双喜蕊，现在踏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想再回来了。您这门啊，跟虎口似的，不回也罢。好，就要你这句话。仁伯，把咱们师门名册拿来。老爷子，您消消气儿啊。爹，我今天就托个大，替咱们张师祖经理门户。老爷子，安主，我浑身的本事，抵不过轻飘飘一张纸吗？安主，好生记住你这句话，以后就别后悔。